人讲行行出状元，酸甜苦涩谁人知？走遍台湾大小巷，行对着上天的脚步，来起行啊来！今仔日咱来起行啊来，来到云林岛内的菜市场，有一位神秘的人物要带咱来吃透透，想要吃好料就对我来。各位啊，今仔日带恁来介绍的是咱这位斗六美食达人，那个图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足欢喜，带名主持人香香来阮大拉市上大的市场西市场来吃真有名50年的陈家润饼。陈家润饼哦，所以来西市场才有西无？无西呢，是西饼，所以叫西市场。是安尼，对。所以你要从我。第一站是什么？第一站就是来吃陈家润饼，陈家润饼，还有古早味的碗粿。哎、欸，这档润饼，润饼，哎、欸，这个润饼哦，对，哇，很不错呢。哎、欸，湘婷，咱袂使安尼，咱好国民，人咧排队，麻烦你，你去遐排队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排队一下吼，哎，排队一下。想袂到我美食天后要有排队的一天呀！我就是要来甲看卖啊，是虾米款的美食，竟然予本宫也着排队。所以听讲遮无排队食袂着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感觉遮有够咸的，这摆到几点了？碗粿卖完啊啦。哦。啊，我搁慢一步，我都食袂着啊。食对对对，因为这一般哦，伊拢真早起，所以足早的都卖完啊、哦。真的哦。差不多十点进前。啊，假日吼、喔，拢差不多九点外都。哦，好早哎、欸，真的很早哎、欸。对对对、欸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爱食好料，就爱甲早爬起来嘞。哦，嗯、来，到底轮到我了没？哎、欸，你买较少了嘛，等下来给我买一个哈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哇，香婷。花粿嘞，剩一碗呢。啊妈！当客，当客拢来买。剩一碗碗粿，人好食。一碗就是你的。我好佳哉，我阁有买着一碗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想要加炸几碗当个摄影棚吼，给他们猜猜谜可以吗？没有了，不好意思哈，这碗我先独享，想吃自己来哦，好不好？欸、我有兴趣，然后阁有这卤肉饼。嗯，对啊，和你讲加介绍加呢，你讲哎、欸、第三代耶，看看我们这位帅哥，来看一下镜头嘛。好了，那我就吃一个，我要一个卤饼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姐姐吃给你们看。耶、yeah! ！哦，这就不简单，好不容易排五点钟，我的这个行，可是真的排很久才吃得到哎。而且我抢到最后的一个碗粿跟我的卤饼，这一定要来吃一下了哈。因为人讲是清明节还是讲过年春节刚好在吃卤饼，对，刚好在吃卤饼。但是现在其实都很多人可能要做早顿啊，嗯，对不 对？也都会吃啊。安娜。好吃吗？很 Q 哎、欸，很 Q 哦、喔，伊个皮吼，我袂干干的，很 Q 吼、喔，嗯、啊，因为我就惊讲迄润饼吼，有诶食到尾啊，迄皮拢会安干干软软，我会怕那个味道，可是它不会诶、欸，嗯，好吃哦、喔，小大看啊，头家伫内底料拢很差诶、喔、嗯，对，啊个有外皮食润饼是足清爽爽口，嗯。因为椰菜弄穿烫哎，它是用穿烫的、啊，对，所以做养生呢。啊，这最主要是高渣味啦，因为有糖分加臭豆腐。啊，这卖人他不爱食甜，嗯，啊，所以有的人客伊会讲啊，要半糖少糖，甚至有的就是讲不爱糖，嗯，嘿，我是感觉真正足好食，而且还有包米。所以像它里面基本的配料会有哪一些啊？伊都是因为这是阿嬷传承下来嘛，做经营第三代，是一代阿嬷就是做素食的。哦。所以人讲人包有，有人会有包米，会无包米。迄当阵阿嬷就是讲用包米，人客才食饱。嗯。吼、哦，它内面的食材除了有米以外，基本的高丽菜。高丽菜。哦，啊，我看豆芽菜。豆芽菜。红萝卜，哦，啊，佮豆皮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就是豆皮。哦，这是豆皮啊。啊，这是阿公切的，阿公九十岁啊，阿公倒去阿公，大下早拢来切豆皮啊。真的哦。嗯，好香哎。豆包一袋嘛，吼，哎，拢切到薄薄薄安尼。哦。嗯。天气太热，没胃口，吃一卷凉凉的润饼。
既消暑又满足。而且阿嬷怕客人吃不饱，特别包入炒面，就是要让大家也可以当正餐吃。再配上阿公手工切的豆包，丰富了嘴里的层次感。可是我迫不及待，我想要再吃这个瓦粿。瓦粿哦，这老的我等你继续吃。好，来。瓦粿，你讲你这嘛是用纯米来去做的，对吧？嗯，纯米来做来的，做足皮的，伊拢无下无套，拢无套粉，无套粉，有诶是套粉，套粉是软软，啊，这是足皮的。阿妈，好吃无？这个米香太浮夸了吧！因为就整碗粿你吃袂到米的香，它真的吃得到米香味。米不是那个米香哦，是米香。那个真正纯米午餐呢。嗯，纯米。啊，你会当吃到吼，有虾米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纯米做的碗粿都是无同款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嘿，来到今天人呐，拢无染无染什么。哇，真棒！天然的。图姐说，来到西市场，就有一间绝不能错过的老店。这间店在市场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呀。我就爱吃霸王的，你知我图姐？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霸王 QQ 的。可是有的霸王吼，尽量先以外边。所以你知道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一共60年老店了。有啊。啊，你从小就吃了吗？对啊，我就是细汉，我读国小，我爸爸因呐。知影，阮爱食肉丸，拢会来买肉丸，买一斤肉丸回去給我吃。那你一定充满回忆耶！你看这个，哇，超 Q 的。所以我一定爱带香婷来吃看卖啊。好胖哦。Q 哦，好 Q， 回 Q 哦。你上好食，上好食吼。嗯。而且不油腻。嗯，这质量嘛最重要。好吃耶！好吃哦。Q 啊，袂油，袂油啦吼，嘿，我就拣霸王油，你看那个 Q 的那个口感啊，超香的，嘿，你蛮加的。霸王伊就是甜的嘛，嗯，我知影，因为我一早捌白粿霸王，哦，因粉用料做料啊，落去吹，嗯，吹摕出来一定爱落去煎，啊煎起来才会 Q 才会好食，啊所以，嘿，所以来到了足侪人拢会来一间吃霸王。我觉得最厉害的是，啊你有法度无啦？吃六十年啊，足大地呢，都撑袂起来许啦，来我倒三工，真正是哦，真的是你叫一下，像你咱霸王吃了对不？啊，满足诶，会一个茶鱼汤，会完，咱是毋食烧诶，食完刷嘞，我搁要来带你来当了一斤凉诶，够凉诶哦，哦，还够整。人家男人是饭后一根烟啊，我们呢就是要饭后来个冰啊，冰的冰点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咱等你耍嘞，咱过来吃凉的，我带你来到他家赞嘞，干杯！耶！没冰的时候在锅里无敢换，另外就是一种清凉感，就爽，舒服。哎，老板娘又漂亮。哎呦，老板娘，赶快推荐几碗，因为我都要吃足饱。哎呀，我看你四果冰是以前比较传统的那个传统的蜜果冰，这就是蜜果冰，然后就是民间的韩国啦，不会签。这个我吃的呢，好哦。哇，香婷想要吃的吗？要。好哦，好哦，那来一个传统的四果冰啦，哈。哦，光看到这个冰就完全消暑。我爱想起细汉的时阵。香婷，我今麦带你来吃这间冰店，是阮家啦口碑十斤以上为推荐的。十大那个口碑推荐的那个好店，对不对？好店，对哦。啊，因为这是嘛是我细汉常常来吃，喊我的同学拢来吃，吃冰。真的哦。我想到第二间是来这间。哦，棒哎！你我你来试看你的口味，你有想到哇？那小时候不？这叫做啥？嗯，干了。四果冰。哦，天哪，四果冰啊！真怀念的哈。怀念，很怀念。很怀念哈。那今嘛，那嘛吃什么红布牛奶啦？不一样，我讲这是怀念，哎，这是地瓜吧？嗯，我刚吃这地瓜，好好吃哦，那个地瓜丝的香味，香，很吉祥嘛，很吉祥。哦，这是传统哎，你看到不？
芋头干，好像是杨桃干啊。嗯。哦。还有番薯浆、芋头干，都有这个梨啊。嗯。很清凉消暑哎。哎，今麦就只有看到人吼，那个这个推荐四果冰。真少有食这四果冰，这种感觉。就我细汉的时阵，迄种的感觉。不过我今麦袂使来你讲我几岁啊啦。一米二，一米二多。你也知。我二十啦。吃四果冰，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图姐说，学生时代讲到吃冰，就是要到这里来。老店没变，不过多了更多选择。吃腻了现代的冰品，不妨试试这古早味的消暑圣品。还有这两杯现打的木瓜牛奶、洛梨鲜奶，赶快来喝一下喽！我最早闻咖啡，你讲吼，今天木瓜牛奶也是一绝。木瓜牛奶哈，我来喝喝看。味道怎么样？好浓哦，好浓，很香哎，很香哦。它是用鲜奶下去打的，因为一般你也讲我是你也是用牛奶粉打出来，那个粉的味就重的，可是它是鲜奶，那个鲜奶香把那个木瓜啊整个调和在一起，真的，而且甜度可以调，很浓很浓哎，真的超浓的，好喝哦。阿弟你看，我这杯哦，我这杯就是今麦热天主要出洛梨，洛梨。好对人身体真健康，嘿，人讲这食了会肥，唔对，伊这是健康的脂肪，哦，健康的脂肪，好的脂肪啊，对，是很好的脂肪，所以说夏天来一杯洛梨牛奶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又养颜美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来吃看看，好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听讲会丰胸呢，真的吗？丰胸那我不太需要。我要说它很厉害，厉害在哪边，你知道吗？洛梨的香气它有，可是不会像外面市售我喝到那个，我闻洛梨哈，我就用草一种草，我推脆味，对，脆味，它竟然没有那个脆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哦，这就是因为老板娘伊就是熬啊，熬哈，做出来品质就是好呀，好喝哈，好喝，而且很细。我感觉加果酱吼需要一个时间呐，我觉得那是时间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加过它哦，也那个水果会氧化。你加无够，它的果粒就没办法把那个完全的营养素把它融在那个牛奶里面。对，它真的是完全浓鲜合度刚刚好。真的太赞了呢，卢姐。今天咱的这个斗六行哦，咱讲虽然是咱的这个斗六新市场，你也感觉菜市啊内底吼，哎呦就是。刚才看你要不点嘛吼，你在那个路边摊，可是真的达人跟我们一些深藏不露的高手们，就在巷弄，拢在巷弄哦，对，是流来哦，真正厉害，谢谢兔姐，不客气啊，今天好你坐我来吃这好料诶，哦，够消暑，欢迎，再有时间过来到了，好，再给你吃更多美食，好，再给你搞大一次肚子，哦，我再给你介绍更多美食，没有问题。谢谢，我那图姐是我非常要好的这个老朋友啦，也很照顾我的贵人哦。谢谢，等我会再来的。好，定的。来，那我们今天行啊来成功，跟我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去行啊来成功。